厝拼新年，农历三月二十五日，第三顺世宫天上圣母，前往宜兰南天宫、宜兰进天宫素缘之庆，也敬请顺世宫中坛万岁，五娘并将。张霄老年四圣者，众神护法一同前往尊坛，一路庇佑车辆人员，身心难离，平安吉祥，命中安泰，万事如意。众头家首师、执事人员向天上圣母、文武众神、众神护法，并三拜九九受之礼，拜。